癌咳嗽啊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 Master45， 然后这次进行的是第27次的 Overload 爆完的游戏录制，现在是晚上的10:45呢。好了，那最近天气比较冷的话，我让各位观众朋友注意保暖呢。像佐藤最近的话，比较开始有点小咳嗽，然后流鼻水啊。虽然说是没什么大碍啊，那还是跪停。好了，那上次佐藤玩到了。就是在那个深渊里面，然后就是干嘛来的？反正就是在玩那个杰克，就玩那个威廉的，不是杰克，杰克是谁来的？就是拿专门就是虐待我们的威廉的。好了，那这次一样录半个小时，大概录到11:20左右吧。那最近的话，最近佐藤看了那一个新电影，叫做那个《星际效应》啊。看完之后，那部电影真的好长啊，长了3个小时，佐藤竟然把它看完了，就跟朋友去看的啊。然后就是佐藤蛮那一部是蛮好看的啊，各位观众如果有机会或是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去看看，真的是一部不错而且寓意很长的一部电影啊。真的蛮值得推荐给各位观众看看的，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，《星际效应》真的是蛮合口哎，不难看的啊，就是它有蛮有深度的一部电影的啊，而且好像没什么人场，就是觉得蛮好看，真的蛮好看的，走啦！自爆没有，小坑狗，走路了没有？好啦，我先把这边清一清，然后叫小狗好不好？对，先来个15只，来去捡东西，然后狼鬼来个7只，红鬼来个5只就好，红鬼比较没什么用。我可以叫那么多只的，哦对，好啦，叫点绿鬼好了，不然绿鬼都没什么在用。满的，来再打一打。而且前面那边捡装备好了，刚才那边好像有装备可以捡。好吧，那上次我们玩到这边，那这边的朋友，这边要干嘛？其实我在后面我就没有过去了，他应该过去那边吧。然后另一边好像那个梅亚那边是只是为了就是为了捡一个板块，一个武器的背头盔吧，上次我拿过来一个新的头盔板块。哎呀，我去捡一捡。捡装备。好的，来拿去帮我演，哈哈，啊，搬起来 ，Let's go。威廉，可怜的威廉。好了，这边要干嘛？那臭婆娘很会指挥人的。上次那边割那个草，割了半天了哦，那个草真的有个烦。啊，现在干嘛？哈哈哈哈哈。现在干嘛？杀老鼠是吗？这回看看我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坐下来安心刺绣。你咬不来，只不过是老鼠而已，怕啥小。我用针使劲戳他们居然都不走。废话，他们是刺针什么干掉克林克的连衣怪跟老鼠啊。好吧，干掉他们，开始风暴。恐怖，主角没有恐怖，我只是恐怖小鬼而已，主角完全没有任何影响。啊，你那边，妈的，烧死！操！哎，是不是位置深了？怎么感觉他在深？哎，怎么还在深？犯规了，是要用它吧，用它来清洁。Let's go， 哎，你清洁，哎，塞车啦，靠背啊 ，go， 跑完嘞，去，噔，啊，清洁起来了，哎，不能啊，我也可以直接清洁他们。好吧，你就在那边。你这边要干嘛？一直打是不是？啊，定点打怪。
蓝鬼，蓝鬼来这边。哦，绿鬼会跳，我以为绿鬼不会，绿鬼好像跳。中他人情，重点是这边怎么结束这边呢？这边就要不停的打，是不是？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要打到民国几年？啊，蓝鬼来，蓝鬼来办这个。叮叮叮叮叮！哎，美金美单呢？哎，冻掉啊，大哥！这边应该是要把全部的怪打完，然后把这边清干净就可以了，应该是吧？来，过去点，乖乖乖！对，清完了。然后嘞，然后他又伸出来了，那怎么把这边打完？要搬什么东西来这边打呢？东西搬过去。见鬼了！哇！哎，那老鼠从哪里伸出来的啊？嘛呢？打不停，打不完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手足赖兔。这边怎么，这边怎么解啊？还是有些任务都没有提示，烦。怎么样？又是伸出来，是怎样？啊，你在那边踩，你脚不会酸哦。快打架，快打架。谁呀谁呀谁谁给他打架？还有伸出来啦！你伸出来就跑啦！过来过来！慢点慢点！哦有了！那个是从始无终。不过不如给我不给我们什么礼物的话，你突然进来这里，那你要给什么礼物啊？好吧。什么东西？好啦，走啦！啊，你就继续踩，慢慢踩。哎，地上有东西，捡一捡。这边那个，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。应该也进不来吧？好，我们进去吧。一堆仆人。哎，你好，像个男人一样，好不好？站起来！你们要反抗，你们不可以这样被女人奴役。这是吃的东西吗？来吃一吃。东西吃东西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记得我有点旧的眼珠，我留在翻译营，或许我应该去让古兵去牛粪堆上面挖看看什么哥，挖什么东西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我是感觉好和平，说服这些女士让他们返回地面。怎么女士？为什么你要返回地面？怎么说服他们？如何说服他们杀人？六月，哎，靠北啊！怎么有家伙从那边冲进来？啊，威廉怎么还在那边？威廉还在那里，踩着他的高跷。哎呦，怪声出来的，怎么那么多？杀杀杀！有狂暴的小鬼，超级小鬼，你们的装备啊？哦，没有。所以这边是要干嘛？我在这边要守护吧，守护这边，然后那些女人就会被我说服。那你们就慢慢那边刷地板就好了。那边有个，还有那个是三边的头吧？哎，借我过一下。瞧，我会杀他们吗？算了，不要好了，慢点，让我失败。哎，你们好，臭婆娘，妈的，很会指挥我是不是？啊？啊？刺绣啊？啊？刺绣？刺你妹！操！我可以杀他们吧？杀一个看看。哦，哦耶，哦靠背啊！哦，原来是把他们放回去哦。啊，靠背啊！哎，犯规了！来，小鬼狂暴一下。
哎，懒鬼救人，懒鬼救人。哎，不是搬人呐、啊，救人救人。啊，搬人不是搬人，是救人呐、啊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所以我干掉这些臭婆娘了。那边还有两个。这边会搬去哪里啊？你们要搬去哪里？好吧，那边应该有什么传送门的。那我先把那两只打死。哎，你好，哦，很强的，很强的臭婆娘，还不是对我唠叨？妈的臭婆娘，还有那个哎。那、这个再搬过来一点。好吧，我们是说服他们吗？给我们是强制把我们带走吧？啊，你们是怎样？明明就很有活力样子，在地上装死啊！好了，先不管你了，我先过去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。啊，你们来啦！他们都被我打趴了，你们还在这边刷地。男人的尊严呢？啊？男人尊严在哪里啊？没有尊严的家伙，混蛋！哎呀！探索一下，这有什么 ？Hello， 这个宝石哦，兽感，所以我可以把你们搬过来这边的，好吧，我去把你们，把你们带回家，在哪里叫说服啊？这根本是强制迁移嘛！就刚刚死了是红鬼跟部分的。算了，好了，搬人搬人，哎，大家一起搬，哎，两个人搬一个，啊，那个没人理，搬搬搬搬搬，搬得完吧，啊，小鬼不够用，搬搬搬搬搬，哎，再一个，哎，刚刚好，前面有没有？刚好，耶。啊，你缺一个，好，等一下再回来找你。啊，蛮有趣的。这样，我还差缺一个。哎呀呀呀！啊，不行。Leading position。Round。Round。不要拖地啦，还你自由。叮，所以呢，就这样吧，这任务就这样吧。这边有召唤池，哎，刚好可以补充一下。那这边有该死的门。再一只。对，完成。哦，那边还有。就把全部的女人带回去哦。兽嘎，他们现在是敌对状态，我要小心一点，不然等下被干掉。呜、直接被干翻了，操操操娘们，很会踢啊，飞起来你还是其他人？哎、卡住了卡住了，冷静冷静冷静，死光光了。哎、你们是跑去哪里打来的？Thank you for joining。这是割草的地方。妈的，这边是最讨厌的，害我上次卡关卡半天。就是你们啊，割草啊，割你妹妹，割什么草，混蛋！那、你们是不会一起帮忙的。哎西，缺一个。Go go go go。这感觉像祭坛的，就是你把全部带回去之后，那个门都会打开的一样，感觉是这个样子啊。好了，那边还有，冲啊！回答，打打打破他们，臭娘们，一刀砍爆你们！呜、哦，干、哦，无伤无影脚啊，无敌风火轮，哎，没有魔了，靠背。为什么小鬼突然变弱了？啊你嘞啊！你们骑男人打什么打？妈的，嚣张！
哎，怎么还有人？你在踢什么啦？好，搬回家，搬回家，全部搬回家，全部搬回家。就是啊。这样我的王宫会变怎样啊？我王宫不是本来就有十个仆人吗？现在再多这几个，那整个王宫都满出来了，一堆仆人，一堆后宫，超级多的后宫。噔噔噔！哦，是回到海王皮克船，不是回到我家哦。去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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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啊，我不能自己带一天女人回家吗？哟，又怪兽了！可是我现在没有女人，等下我要住在狗台。然后呢？妈的，服装怎么越来越奇怪？你头上是戴着羊的帽子吗？然后有叫我戴着西装帽哎，那是什么西装帽对吧？那是啊，小鬼的那个，尤其是中鬼，中鬼的服装越变越奇怪。然后其他三种鬼都是好像衣服都不穿一样，光裸裸的，像变态一样。好了，这边应该快结束了吧？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把这个深渊录完。我下面还那么多怪。让我们看看那边一堆骷髅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死人头，啊，那边还有个门呢。好吧，看来没有那么快结束，还是要再录一下下吧。然后那边，哦，对，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个拿镰刀的骷髅人，还没遇到，等一下就会遇到吧。哎，你好，打。来，干屁啊！哦，哎，不能从后面来啊！我打了你有三个蓝鬼，犯规！在你啦！我是家伙特别大只哎！这是小故事啊，我看到我小鬼飞起来啊，那么大只的 BOSS 没有掉宝哦，他就像演讲台，全体注意，主席就位，唱国歌。这边有个楼梯啊，可能连不过去啊，应该是有什么，算了，先去搬那个东东好了。来啦，这就是深渊之死，好大，你赶紧把他引回来，免得被那些女人发现了。女人们不是被我收服了吗？好吧，你先去搬一个，那什么机关的吧。走 ，Let's go。什么情况？死人到死神来了！原来是你的演讲台啊！哦，这太酷了吧！你要学哥吉拉是不是？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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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有没有更酷啊？我刚刚不是才新场而已，你马上叫那酷出来！啊，现在怎样？轰趴是不是？哎，轰趴时间，你摇滚酷就对了。Rock， 什么东西？我突然有摇滚音乐。现在时间是11:04，我变得好像 Rock 哦。噔，复活。去其他开战，我先把秒掉再说，好像会是复活战斗。对啦，摇滚乐是吧？虽然我还蛮喜欢听的。哎，我狼鬼，救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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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，你不要捡东西，为什么去捡东西？你为什么这样不受控呢？太过分了。好吧。
那边有宝箱，黄金宝箱，黄金金宝箱，很多钱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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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，召唤池，为什么这边还有召唤池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钱钱钱钱钱，这边是出口吗？不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而是那边他从他中间出来的，所以这一只应该不是前面我看到的那一只吧？所以等一下应该后面还会有另一只摇滚咕噜，应该吧？好了，我们先去转动那个门吧，然后搬那个该死的雕像。哇，真的有点冷哎！啊，天气啊，冬天来啦，冬天到啦。好了，然后呢？哇哦！嗯，敲一敲。哎，我死！哦，对，我死一只狼狗。因为那只狼狗躺在那边，结果其他狼狗竟然不理他，真的是有点过分了，家伙。哎，太少了，哇！一定要十二个才可以推啊。好吧。这是啥？激光？刚刚刚？嗯？有什么东西？一个平台？哦，是的。来，等我们。女王来了，不过刚刚烧开的。什么女王？还好女王哦。女王来了，不烧开了。女王来了，不烧开了，打你啦，是吗？那我让绿鬼去帮好了，不然等下如果前面有敌人的话，我们中鬼在那边搬东西没有效率。女王在哪里？没有女王了，什么女王？管他什么女王，哦，那边那边。哎，没有，还有个大只的骷髅。大只的骷髅。开宝箱，开宝箱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先放着，我们先大战一场。把东西先捡一捡，捡捡捡捡捡捡捡，武器武器，捡捡捡捡捡。好了，打了两只酷了。Blue Green Blue， 那我在这边。绿鬼在这里。偷袭。哎，你是不是捡他的武器啊？他武器好像很大把哎。哎，你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嗯，不来，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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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再过来哦，算了，派绿鬼去暗算他。哦，随便的，哦，开了开了，收个。这是应该前面我们来的地，前面我们看到的地方吧。那这边是这边正是，好吧。应该是什么宝箱之类的东东。真真真真真真真。没了吧？傻人。你们装备越来越奇怪了。哎，有戴羊帽，哎，你是戴奶罩吧？怎么？你看带头的那个家伙，这样带一个奶罩在自己头上，你确定那个有防御力吗？真的是太变态了！啊，搬回家，搬回家！女王来了，女王是谁啊？哎，这边还有，点点点点点。
快点快点，走走走走走 ，Let's go。你捡捡，敲一敲。快点闪人闪人！啦啦啦，安的威严呢？威严就这样被我们丢弃了。利用玩具把就哎，前面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前面有炸。哎，你们先放着。来来来来。前面什么东东？红衣者。威严就是想要和控制，就是他们。是这样是吧？很好。很棒。哇，威严是吧？妈的。真打你，妈的臭威严！啊，成功了！哎，那边还保全呢。开心开宝日。嗯，什么声音？怎么还有怪？你从哪边来的？我这边有个造鬼场，还亮红灯呢。这不能破坏啊，所以他就会一直升。救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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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杀人。怎么那么多？绿色在这边。蓝鬼来这里，哎，拉鬼拉鬼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靠北啊，死子！救人救人，老弟，终于听懂人话了，哎，救人，救人，老弟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！哎，怎么还有？跟打不完一样。不管了，先去干那个了。反正打下去没完没了。他们到底从哪里生出来的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来救我。来了。哎、欸，犯规啦！你娘的，操你妈啦！白啦，那小鬼是白痴哦，干嘛？怎么靠背？好像不对啊，有点乱的。我从哪里钻出来？真没完没了，走开啦！为什么小鬼都在那边发呆？我们帮忙打一下吧，在那边发呆。哦，真的保存，真的保存。赶快搬回去，赶快搬回去！哎，有人倒了，有人倒了，救人！哎，有人倒了，倒了。哦，征服了，征服了，操妈的，花一堆时间在这边，是不是控制了，结束了吧，终于结束了，你家是好像被各种身份的主人了，老大现在又考虑考虑那些女人还没宝贝衣服了，什么衣服啊，随便拿。哪些女人跟他跑屁股？说我们下去还有陪客什么？现在时间是11:14，哎，刚刚好呀，半个小时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们去还有陪客上看一下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嗯，现在目前我任务都结束了吧 ？Greeting， 呜呼，敲杂物，一起去敲杂物，一起去敲杂物。来，我们去还有陪客城，看看里面又怎么样。
然后那个金色上面金色那个矿坑那边我都不知道干嘛的，我不是派我小鬼进去那个石像里面，然后结果都没有消息了。好了，在这边呢，我救了你们的女人回来了，看你们要怎么报答我。故意在那消退，废话，我都已经杀掉那女巫杀多久了？你们现在你才听说？对呀、啊。这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怎么一个女人都没有 ？Soon we can start bringing the refugees back to the city. Thank you, Lord. Thank you. Thank you, Lord. That sure is hope for us yet. B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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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 yeah, yeah. 所以呢，现在我要干嘛？我现在都没有任务。下一小车到手之前，到达母神雕像地点。重点是我不是已经救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样子？嗯，看不懂。我的小鬼不是向住的地方进发展了吗？所以现在我要干嘛？好了，我先回高塔看一下。这样，我先规划一下下次录制的时候要怎么录制啊？因为现在好像有点卡关了，不知道去哪里啊。嗯，在维基的维，桂林尼，听说去维。啊，前面看一下好了，说不定过去之后他就给我个什么答案之类的。玩家大厅重新开放，哦是哦，什么玩家大厅？什么的玩家大厅？城堡。这里吗？哎，这里队友还没过去，这里不知道怎么过去。为什么？最后的精灵女婿，我听他们在里面。Slaying and riches, I see no downside to this. 你是我要怎么过去啊？好，靠水鬼，杀死哥哥多和他恶心的宠物。噔，决定精灵族的命运。哦，我决定了，所以他们剩最后一个女精灵就对了。受嘎。所以我可以叫小鬼过去掌动那个门，就可以过去了。哎，为什么上次这个来的时候这边没有开启啊？还是他刚刚说的皇家大厅就是这边呢、啊？应该是吧？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糟糕，我看一下好了，这边应该不会有矮人了吧？这被我清完了。现在是11:18，好了，过去看一下。如果这边也没有东西的话，我们下次可以就可以直接去拯救女精灵。当然是怎么救吗？当然是自己独吞呐、啊。救！救精灵嘞？干嘛救精灵？那尖额多然后阴森的家伙，活个几百岁好像了不起一样。绵羊，绵羊，我们能不能绵羊？哎呀，就闷到空城了。我就没有什么加速的那个魔法之类的，就加自己速度或跑速啊，或加自己的攻速啊，都没有，那慢慢走，你要嘛也跑一下嘛，你用大步走路，大大的走路。好了，进去看一下，那雕像应该不在了吧？还是说我要触发什么事件，他才会继续就是继续那个什么触发什么事件吧？对吧？那个雕像我已经不见了，所以来这边也没有屁用了。好吧，我先回高塔。这下次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拯救女性的精灵吧。女精灵，现在时间是11:19。好了，那组成这次游戏录制先这边先结束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左上第二个喜欢，那我就在这边录制了。拜拜。